高铁是台湾目前跑最快的轨道运输，最高时速可到300公里，沿途经过12站。高铁于2007年开通，台北到高雄最快只要90分钟，让两地的直飞班机停飞。换我介绍，我是高铁车型 700T， 以日本新干线为基础，因此有台湾新干线的称号。高铁是城际运输，以最短时间载运旅客来往两座城市，也是许多大学生回家搭乘的交通工具，让在外地读书的学生们能快速回家与家人团聚。